补的是吧？对。出来了。嗯，别杀行吗？嗯，很难度。把你杀了，把我给杀了。小猪，我说他就把我给杀了。为什么？凭什么？该死的另有其人。说他有理。崩溃！小布，我真的要打你了。他把我的奶茶弄倒了一点。哎呦，我要跟你说，我去跟他们聊。是啊。就是因为我在那边等嘛，说是因为我进来了。等一下。哎呀，滚！什么都喝。那就说了他，并且他自己上手了，就跟我聊这个。虽然，但是我们要准备好一首嘛。OK。哎，准备准备。有点崩溃。然后他说：“这个确实是他的过程。”后悔呀，我等会儿就回。后面就是说，因为是下步，就是商量一下怎么给我补偿。今天的妆太奇怪了，有点崩溃。我先把我的睫毛给摘了。现在还没聊啊，还不知道怎么补偿。对啊，就是一扯就是。然后第三个，主要是我今天画的这个显得好脏，就有点像一个岩石。麦架直接在那儿，然后发光岩石。玫瑰花没有在，我走过去，像不像？啊，好吧，就玩个手了，只能比个手势。脏脏的。好的，离远一点可能好一点。谢谢小蝌蚪。说这个字会罚款吗？哪个字？岩石吗？不会。嗯嗯。说但是其实我想给我连衣服都没穿好，我感觉我再走我会，我再走我都感觉我还跳出来，我该低头看一下我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么明显。放一首歌，我本来是有想到一个话题，我现在又忘记。特别不安。谢谢猜猜猜猜的高级马克，你这个对川渝人很不友好啊，平翘舌有点难。哦，我拿着吉他的时候，就是碰到那个弦了。青春时刻不是，那我还是不想说这个。青春时刻之后再说青春时刻的东西。别忘好吗？我也不想忘了。衣服注意，挺注意的。我的衣服没什么好，就是没什么需要注意的，因为我的衣服挺，就是对这个衣服还是挺好。不过还是谢谢你的提醒。对，我已经是个很保守的人。香片，那个味道没找到，但是那个香片我好像一直留着，就是很真的很好闻。衣服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放一首歌吧，今天昨天都还没有推荐歌呢，我要推荐一首刚刚刷到的一首歌。那川渝人给我改的叫我想润，谢谢七二三什么杠 YYLS 的什么来着花海，怎么了？有没有人发现我今天贴了下睫毛？就是我新买睫毛，今天我和菲菲去商场帮他打卡的时候，就一起买了一个这个下睫毛，看。说明你是一个还很自然。
我看看我直播到多久，我直播到12:30怎么样？不准说这两个字了，你可以说另外一个字。可以，这个可以。嗯，谢谢玫瑰。可以，这个还是能接受的。可以，这个可以。对呀。哦，有什么？哦，为什么笑？哦，说实话，真的，我一直没有讲那个事情，居然留在。我平时是一个有什么事儿就很喜欢分享的，我一直没有分享和搜索的那件事儿，觉不觉得很牛？就是，对，你们能懂吗？当时我，因为我当时一起床，我就叫搜索，就搜索完全不理我，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好尴尬呀，我内心巨尴尬无比，你们能理解吗？主要是我们是住一个房间的。然后他说：“哇呀！”我说：“瑟瑟是不是不开心？”我还给他说了很好多话，他都不理我。我当时尴尬的，我说：“算了，我走。”然后就去和雷雨潇一起去吃饭了。我说：“我走。”我说：“我先走。哦”对，主要是我就觉得，如果我先走，他应该会让他自己，想一想，应该就不就会好一些。结果我说：“看看。”他怎么了？我点开朋友圈，一根线，你们懂吗？你们能理解吗？我当时真的瞬间崩溃，我完全没有心情吃饭了。就是我当时还在车上，我当时脑子里面全是这个事儿，伤害我了，真的。然后我当时还给他，真的是我鼓起勇气吧，给他发了个消息，我要去看看，我说的什么。啊，这上面没记录，反正我就说，我怎么我是我，反正就是说怎么了，为怎么不理我，怎么把我屏蔽了？然后呢，搜索就没有理我。对，然后当时我在想，我当时还和我本来是只是和雷雨潇吃个饭的，你们懂吗？但是当时尴尬的我说，那就继续看个电影吧，你们懂吗？我不想，我不敢面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再看一个电影，对，不敢回去了。对，然后看完电影之后，我也不敢回去，我就去了 Liga 他们的房间。我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一个不敢去问别人的，因为我害怕别人，就是我问了别人又不理我，我就很担心这个，我就一直在酝酿。对，真的是。丽卡拉着我在门口，他在门口等着我，因为我给他说，万一搜搜我进房间，搜搜不理我，你就我就跑出来去你们房间，我就说你就在门口先等着我，我给你暗号，我你们懂了，我说如果可如果。我们和好了你就走，然后丽卡还在门口等了半天，因为而且我忘记给他说了，你们懂吗？我当时忘记要给丽卡说了，然后丽卡说他在门口等了半天，就一直等着，把我笑死。对，主要是我一过去说，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对，搜搜他就是躺着床上的，我就在床边，我说搜搜我怎么了，我就我忍不住就哭了，然后搜搜说没有没有你没怎么，然后我越听这个没怎么，我越觉得很奇怪，我说我没怎么，你怎么屏蔽我？但是我没说，我在心里面说，你们懂吗？对，其实我到今天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就是今天搜搜在台上说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因为这个，而且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就是怎么说，就是我在台上也不知道该怎么，就是刚刚他这样说，我一下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你们懂吗？我在台上也不知道怎么回应他这个，但是我是没有想到，
原来搜搜会在意这个，就是搜搜觉得他以前跟我说，就是在重组前，他就跟我说要想和我一个队嘛。但是我以为他是，就是只是，就是不会觉得他会生气，你懂吗？对，我当时就说，因为别人没来我们队难过，原来他是因为这个。但是我想的是，即使没有在一个队，但是我们是住在一起的，我就觉得也还好，对吧？你们懂吗？就是我就没有想那么多，结果发现他居然会想，也会想这么多，我就觉得，对吧？就觉得好吧，我还以为只是他当时因为其他心情不好。我也别说别什么，别说别人，你在说什么？确实，对，我关键是不是你们挺意外，我也挺意外的。对，别说别人了，可是我已经说了呀，而且已经说了呀，说都说了，怎么了嘛？而且我说的也没有什么不对呀，因为那个。因为刘旭元他升格，我一直以为他是要升格我们队的，我觉得说这个也没什么吧。然后就因为他没升到我们队，很难过也很正常啊。对啊，这个怎么了嘛？这很正常啊。而且当时我和搜搜本来又是室友，就没有想。对啊，而且主要是我和搜搜都是室友，就会觉得。不是一个队的也没什么，但是没想到他会觉得，因为这个觉得，对，我也挺意外的，因为我当时我写的那个信里面，我还以为是个人感情影响，是影响什么了？对，现在是，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就是。其实最开始一直都觉得和搜索不是特别，对，就是主要是我不知道，我是很希望别人因为什么生气或者什么要告诉我的，因为我是一个真的反应很慢的人，就是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对，我其实真的还是挺怕他，对，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必须要给我说我才知道。对，是有这种感觉，我就感觉我一直在觉得自己会不会在他心里不算是他的朋友，这种感觉你们能理解？谢谢白傲天的蹦迪。我就会觉得，然后我就不敢和他说太多，也不是那种说太多，就是不敢就是主动去找他什么什么，因为我觉得害怕在他心里我和他不是朋友之类的。是他都找我一起说，但是我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被动很被动的，你们懂吗？我生气我是会说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开不起玩笑的，就是我真的生气我真的会说的，除非就是那种很就是能忍受的一些生气的点，我还是会先忍着，除非是自己实在忍不了了，我还是会说，你们懂。但是我是不会直接冷暴力或者什么什么的，我会先说了然后再那种，你们能理解吗？其实对，谢谢。我也不知道，我忘记了，我记不得，我只有当下发生的时候我才能记得。冷暴力，其实冷暴力确实挺不好的，确实说实话确实现在关系更好，因为感觉就和他不会有那种太距离感的感觉。对，
生气不想理人，但是你至少要把你生气的点先告诉别人，你为什么你生气，你就说你能不能别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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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别怎么怎么样。可是你自己一个人生闷气或者什么，那别人根本不知道啊，就别人根本不知道，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你不说谁都不知道，对吧？而且你，那你等你气消了说，那也没有什么用的，就是你必须在你当下生气就要立刻告诉对方。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别人才会对这个事情印象深刻。等你比如说你气消了来说，那别人也不会当一回事。说实话，很多人都是这样，反正我就是这样子。那之后也不算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当下说为什么生气了，然后不理，这种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说我不喜欢这样子，然后不理对方，是性格不同，但是。哎，我不知道怎么说，是性格不同，但是如果还是想和对方，就是还有关系的话，就还是要直说。说实话，不觉得吗？就是对，除非已经完全不想要有任何接触了，那你就可以，那你就可以这样子。说实话，如果你还想就是只是知道现在是生气，但是没有说完全不可挽回，那还是要告诉对方的。除非你说太生气了，这辈子已经不可以一起玩了，那就可以不理。我觉得这样子是很正常的。对。对，主要是。主要是我自己也会想很多，而且我也自己会，就是我必须要对方给我很确定的怎么怎么样，我才能很确定的去做什么什么事。比如说我根本不知道 SOSO 会在意这些，我就是不敢让他觉得我很在意他，你们能懂这种感觉？我是这种，就是即使我是在意一个人，但是我感觉就是不知道对方在不在意自己，我就不会表现出来。我会觉得很，我如果表现出来，我就觉得好尴尬。我会觉得，对，我就会，我必须要对方先迈出那一步，我才会那种。对，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我真的是一个特别被动的。对，不然我会觉得确实就是万一是自作多情怎么。但是其实我还是挺想和他更就是近一点，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你们懂吗？我就是那种对。但是他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我就是，哎，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对，怕，对，反正就是，哎呀，我反正真的是一个很别扭的人，但是很难受，真的很别扭。但是我也不想这么变，但我性格真的就是这样，就是一个人性格是真的很难改变的，因为说实话，性格这个问题真的是。成长和环境的因素导致的，真的很难一下就改变的。说实话，真的，反正，而且如果不是今天那个写信，我可能都不会给他，就是不会告，不会，就私下不会给搜搜说这些的，真的。而且我也不会去问他到底是怎么了，因为我又害怕，我也是个那种人，我害怕我自己问了别人不愿意说。就像我在信里面说，其实比如说看见搜索哭的时候，我又会担，就是我也很难受，我就是想去关心他，但是我就害怕我去关心他了我又帮不了他什么，因为我又不太会安慰人，也不会说话，我害怕我问了反而，你们懂吗？所以我就很难受，然后我就知道一个，我都不敢说话，就他哭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就
就给他，对，我就说你没事儿吧，就会说一两句，然后就在旁边坐着，然后就是对，对，对，但是因为说实话，因为和他一起住，我也变了，就是比去年就是开心很多，说实话。我本来很难过，但是好搞笑，我受不了。我真的一掀开，对，而且他是真的，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是真的，就是我对于很多事情都没有什么想法，很迷茫。他就很有一个很，就是他会直接告诉你怎么怎么，都不是很模棱两可的那种东西，你们能理解吗？我人都摸了，我又边哭边在那里笑，我就是那种心情，我又边哭。对，好吗？你好吗？对，所以还挺对。教大家多读书。是的，事情真的很可靠，而且就是他，比如说做什么事都会很认真。对，对，真的很会收纳，就是他帮我收纳好多东西。对，所以给我写那个信，虽然我没有写很多，但是我写的时候就感觉就很想哭，然后一想到那个，就是平时生活上我也很想哭，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想哭，对，和他感觉真的是很互补的一那种，真的就是觉得很神奇，就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和 Soso 就是一起玩。我以前感觉，因为以前又不是一个队的，就是一起玩的人也不是一个圈子的，就是大家都是自己队或者和那某几个某几个，结果就是怎么是不是觉得很神奇，是不是？莫名其妙，也不是莫名其妙，就是很神奇，真的很神奇。对，很喜欢被需要，但是我是真的会想很多，我会害怕别人，不喜欢这样。确实太搞笑，我当时真的很难过。好的，那我一起直播，为什么？我应该是他本来只是这样的吗？水瓶座很喜欢被需要的，真的吗？什么意思？就是水瓶座做是那种需要别人需要他的那种感觉的，是这个意思啊？什么问号？美瞳蓝色，但是我已经忘记这个是什么美瞳。付出，真的吗？谢谢彩彩小润的爱的花，在说什么？他不是有撞撞，他什么时候有？他没有好吗？对啊，什么时候？王以诚就是史书君的了，说的，真是你们这说的跟什么一样？我真的很。什么时候？什么就是他的？王以诚，对，王以诚是个很主动的人。说实话，他是个巨主动的人，我好佩服他。而且王以诚，他就是说他之前不敢，他之前不找我玩，就是因为觉得我不喜欢他，然后他觉得。就是他说必须要给出一点点友好的信号，他就会很主动，他就是很主动，他太主动了。
我好像也没，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有给出什么像，我就是单纯的大家一起在说话，和他说了一下话，就大家一起，而且都不是单独和他说话，就是大家一个队的一起说话。他就说我发出友好的信号了，然后他就说他就来找我玩了。对，我他和我也挺不一样的，因为他真的好主动，是我就不敢，你们懂吗？他真的是巨主动，他真的他很主动。他是什么星座的呢？金牛。金牛，对，我不敢，他真的很主动，太主动。而且他比如说和我们队的那些其他人相处，是不是也能看出来他好牛啊？他短短几个月做到了我就是几年才那个的，你们能懂吗？就是，对，我几年才和大家熟，他刚来一个月就熟了，行吧，真的很。社牛的人真的很佩服，谢谢 K E N V Y 的马克龙，真的，对，他像那种前辈。对，真是这种感觉，好牛。是挺可怕的。但是谢谢白菜鸭的月底，但是我还是挺喜欢主动的人，因为我本来就是个被动的人，所以就那种主动的人不会让我想很多，就是就你就至少知道他是哦，就是想来就是想和你玩之类的，你就不会担心太多，就是不会觉得，你们懂吗？谢谢 JXK 的结构版的荧光，对，就不会觉得对方不喜欢自己，对对对对，太主动，过分主动还是确实会吓到的，真的，他真的有点，谢谢白菜鸭的爱的话，真的还是挺吓人的，主动还是分等级的。有的人的主动到这儿，有的人主动到那儿。对，我想说，我那天我就是为了防止他来找我，我把我的那个门上的钥匙拔了，然后我就正好我就出门直接去拿快递了。我拿了快递，我走过，我说门口怎么有个人呢？一看是他，你们懂吗？我说你怎么站在我门口？他还给我打电话叫我开门，然后结果我说。我把钥匙拔了，结果发现我的钥匙锁在门里面了，我自己都忘拿了。你们能懂吗？我很无语，就是因为要防他来我房间，我把我的钥匙自己锁到我的房间门里了，我真的有点无语。而且我是去拿个，我就说我本来想去拿个快递的功夫，他就站到我门口的。啊，不是，哎呀，我真的怕别人乱想，就是当时。就是他之前来我房间嘛，然后我是关着门，我睡觉是会玩手机的，就是躺在床上玩手机刷抖音之类的，但是他那天开门之后，哎呀，我就想不能理他，因为他一来我就害怕他又要和我一起睡，就因为他上次就自己不请自来跑到我床上睡觉，然后我又很害怕理了他他又要来，我就假装我睡着了，你们懂吗？我就听到一声关门的声音，我以为他走了，结果他走到我，就是我以为关门了他走了，结果你们知道吗？他走到我里面来，他站到我床边，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好尴尬，你们懂吗？所有才他就说我怎么脸红，我就是因为这个，我就很无语，因为我比如说我撒谎或者什么，我就或者就是不好意思或者什么，我就会脸红，然后他就我不是，你们懂吗？对，我以为他走了，结果他站到我床边把我吓一跳，懂吗？是你们吓不吓到吓一跳，就是你以为一个人，就是你已经装作自己睡着了，
我已经装着自己睡着了，我听见门关了，已经走了。结果一抬头，他站在我旁边，我去，真的把我吓死，真的吓晕。所以他又在那说我脸红什么，我是把我吓到了好吗？没有，最后他还是走了，没让他了。对。也不是爱，他就是他好像说是因为他房间的猫会上他的床，然后呢，谢谢北欧科学家的蹦迪，然后他又不想吧，对，他又不想，对，因为他不想，然后呢，别人房间，而且是什么？还有一个，之前他来我房间睡觉是因为张舒瑜睡得太早了，他说他睡觉是要玩手机的，然后呢，就会吵到他。真的吗？借口，最好是吧。可是他可是和很多人玩的，我可不信是借口，应该是真的，是真的。谢谢 K X O N G 的问题。在陆静婷那儿，因为我要等那个青春时刻结束才接回来，因为我的房间还是没收好，你们能懂。然后正好 Timmy 还能和另外一只猫一起玩。对，王雨辰像没有自己房间似的。谢谢困困荧光海，对，他和别人一起玩。你都知道了，对，我去，听什么 K 不是 Kimi 是 Timmy， 对。不行，我不想要帅的猫，我想要可爱的猫。因为那个陆静婷帮他把他脸上的毛给，就是脸上的毛给那个什么了，给剪短了，现在变得一点也不可爱，确实得绝育了。对，就所以你们才觉得帅。我觉得我不想要帅猫，我想要可爱的猫。对，我感觉我不认识听了，听已经被夺舍了，我已经不知道他是谁。别帅行吗？我真不想，我不想要帅的猫，真的有点不认识了。没事，之后再慢慢培养感情吧，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它也只是一个小猫而已。哎呀，我要去借个充电线了。Sola 能不能借一个充电线？哦，那有好像。有没有快的？快的没头。哦，好了，没事。哎呀，我来回走了几下，一次说清。我去。没有啊，之前还是在我们房间的，对，还可以了，其实。好，今天推荐的是什么歌呢？那就推荐这个吧，《公布》。对啊，其实之前都是在的，只是最近说实话真的是搬房间才不在，因为对。请你在陆静婷那里，对，在陆静婷那里，肯定要回来呀，总不能去别人那儿吧。居然，我说实话，居然有人就是有那种，有大家还不知道我搬房间的，好神奇。
我都快搬了半个月了。谢谢北欧科学家的眼光，我觉得好神奇，请多多关心吧。搬去，我现在，哎呀，不准问了，我就是自己一个人住，不准问，谁再问谁就伤害我，说明一点也不关心。我交了800块钱单独住，行吗？和别人平分平摊，而且我好像有一次直播专门讲过，虽然这些问的人应该也没有看，但是不准再问。我上次说的800，你看了都能记成1000，我要崩溃了。你也伤害我，800真的是800，因为一个房间1600，我怎么可能说1000？绝对不可能去。我自己交的钱我还能不记得，崩溃。对啊，我们这儿房租1600，是不是还可以？还行，然后两个人平分的话就是800。谢谢大西瓜瓜的叶子。几百年前，真的吗？每个房子，其实我们楼层，每个楼层的房子价格不太一样，就是越低价格越便宜，但是绝对是800。反正我这次，反正我现在是800。对，因为越下面的话，可能感觉不是那么安全，就是楼层越高就会贵一点点。因为比如说一楼就会，对，对啊，对啊，反正我现在直接就说就是。谢谢暴辣，就是他的告白气球。高层有电梯，都有电梯的，就是和其他成员平摊呀。我反正就是住公司的房间，我都已经说过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栋楼它是跟着。凭什么有的人看了直播还要问呀？上一次的直播是不是白看？主要是我看见问的人，还有那种上次在的人，你们让我有点崩溃，真的有点崩溃。我以后每一次把我上一次的直播，我决定，我是不是该就是每次直播的时候，先把上一次直播，就是说上次直播总结，就是先写个总结，就是像那种上课一样。前情回顾，先写一个。哎呀，我去，我有点崩溃。反正就是，我们比如说，就是这一栋都是一个公寓楼，然后但是我们公司就只在其中的几层楼租了，你们懂吗？其他的。房间就是它是对外出租的，然后呢就是现在分配的是一个人一间房是两个人，然后呢你想要一个人住，那你不就得找一个人，就是名义上是你和这个人写在这个房间上，但是你想一个人住，那你就其中一个人要去这一栋公寓租其他的房子，懂了吧？然后呢，然后他在其他地方租的房子就和那个钱就和你平分，这样子懂了吧？懂了吧？就是他在同一栋楼里租的房子，的钱你就和他平分，是不是？这是解释的，对，因为公司的房子比较近，对，懂了吧？这次讲的比上次好一点，反正就是公司的不要钱，然后你只要和别人平分他在外面租的那个，因为反正房型都是一样的，所以平分也是很正常，对吧？总共不交1600，1600是一个房间的钱，然后呢你只要给一半呀，800就可以。谢谢美工。哎呦，不
很崩溃。对，公司已经给你一个免费了，就相当于1600两个房间，其中一个人，这不是一个小学题吗？1600，你是不是幼儿园？我发现现在的那种小学生越来越多了，肯定是。如果你说你是小学生，我能理解。1600×2=800，懂了吗？我崩溃了，崩溃了。谢谢雪之老飞姐的权杖，懂了吧？反正就是1600两个房间，那一个人是不是就800了呢？对吧？是不是？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题，就是1600×2，然后除二，是除二还是除以二啊？我已经说不来这个了，然后就是800。哎，好像是不是除以和除是两个意思，对不对？好，除以除以，除是什么意思呢？我都忘记了，除又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反过来，反过来是什么意思？就是800×1600的意思。我不想讲，我不想讲，反正你不用再问，我有点崩溃。有没有人管管？有没有人管管他？公司为什么不给免费的？因为公司就是要提供住宿，你懂吗？公司要提供一个住宿给成员，包吃包住，好吗？公司的合同里写的包吃包住，所以他要有一个免费的房间，这样能理解吧？你绝对是小学生。我现在这个房，我就以后直播间也得是18禁，18以下不准说话，必须要有一点，必须要有一点知识储备的人才能看我的直播，有门槛，对。我已经不指望大家能让我学到什么，至少就是能听懂我说话。不准出去骂我哈，等会儿就出去说我怎么这么严，还要这样子。可是虽然我是我这样说，可是我还是给他解释了，是不是？对不对？虽然我有点崩溃，但是我给他解释的很完整。如果你要说我，我就觉得你就伤害我的。你们能懂吗？就是我真的很害怕，就有的人会你给他扯说了半天，结果他还不记你的好，就只记你的那种，你们懂吗？所以我就很害怕。因为我手持的。很懂吗？好吧，因为我在充电，然后放不下来了，就是。好了，横屏吧。哎呀，没有磨皮了，我没有。涂散粉好丑哦，不是，没有粉饼好丑。因为，哎，还是这样方便，有的时候会用。
哎呀，别夸我，我会不好意思的，不准说，别说，不准。谢谢你，大西瓜瓜疼。哎呀，主要是别人站，就是我觉得丑的时候，别人夸我会不好意思。别哭，崩溃了。行吧。好。好吧。啊，离远一点。谢谢小颗粒。我明天要重新去接头发了，因为我的头发已经打结了，然后准备明天重新接头发。然后我本来想染，我跟你们说，我真的很想漂头发，因为李珊珊也漂了，我就觉得应该我可以漂了。然后我跟你们说，我去问那个店的人，也太好了，就是我给他发了几张图，我说我想染上，然后他给我来一句，我以为他会同意，我以为他会说可以，结果你知道他说的什么吗？他的意思，我在说什么？他给我发的消息说，你的头发已经不能再漂，就那个理发店这样说的，对，他还不同意，他说你的头发已经很，就是。很枯，就是说我的发尾已经很干枯了，如果一漂就会断掉，他还不让我漂，我还以为他会回我说当然可以，确实太有职业道德，是挺有职业道德。但是你们说我这次接那种有颜色的呢，还是就是自然的颜色，就是可以接那种有颜色的，就是不会漂自己的头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像这种正常色，你们说我要什么颜色，我好纠结。每个花上我不接红色，就是我的意思是你们觉得我接这种纯色的这种头，就现在这种类似的头，还是接那种漂染或者渐变纯色？好吧，哎，算了，还是不要漂染了，要不就渐变，要不就是纯色。漂染我发现可以买那种假发片加进去，仔细一看确实。好吧，那我真去弄渐变了。好，我来正常起来。其实去年那个还是挺突兀的，因为上面是感觉是正常的头发，下面突然一截蓝色，而且当时搜搜也说，他说你是这个头发我就不和你说话了，因为他觉得那个头发色很奇怪，他不想要我用那个头发，对，他当时说如果我是这个发色他就不和我说话，然后我就染回去。对，你们记得吗？我记得我去年说过，他看见我说我怎么染一个这个，然后对，对，他说不想跟我说。明天再思考吧。等，那我就不告诉你们了。等26号，你们看是有颜色还是纯色吧？可能就是一个正，可能就是这样子的颜色吧，就可能没有什么颜色。
自己头发这么长吗？确实发尾有点枯，我觉得至少还得再长一年。这几天确实没有控制。如果再漂可能就又到头顶，真的很慢，太慢了。对啊，后面更短好像。去年都差不多，哇，去年在这儿还长这么多。是，哎，可不可怕？剃不剃？很非主流啊，就这种。好非主流这种，救命！太短了，受不了。因为前几首还是可爱的。我觉得我不适合公主切，我觉得因为我应该不会尝试公主切，会显得我颧骨很高的。你们想想，而且感觉很以前的发型，就觉得就是很以前的那种感觉，对吧？公主切这样。哦，你们看过《地狱少女》吗？我还是挺喜欢《地狱少女》这个动漫。咦，数学破窗烂命，还是很好看，对吧？我坐上了一辆，看人吧，有的人公主切还是可以。地狱教室，没看过。对，好，还有六分钟贞观了。我们在看名字了，在哪里找一些和天空有关的东西？这样子找，看来大家是不是明天没事儿？你们没事儿吗？就是，居然可以看直播。但是你们有考虑过一些东西？好吧，在微博上搜上课的。那你们好吧，现在的人好像睡觉都睡得很晚。我觉得现在睡得早的人才会让人觉得很正经，就现在睡得晚感觉大家都很正常，觉不觉得？就反而如果听见一个人说他平时九十点睡，大家都会哇，你也太早，觉不觉得？你们身边有九十点就睡的人吗？我感觉没有，我身边应该没有这种人。就别说多了，感觉九十点夜生活才刚开始。哦，奶奶，同好吧，确实，以前还是有的吧。我感觉小学的时候就觉得十二点已经很晚。确实，就有的时候你工作了之后，你工作一天，感觉只有晚上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你睡那么早，感觉很快就要又要到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我也是，就是我会觉得都不舍得睡，如果睡了感觉马上一闭眼一睁眼又要开始上课，是吧？一闭眼一睁眼又要工作了，一闭眼一睁眼又要开始上学，还不如不睡。对，就跟那种健康啥根本就没有好印象。
是音响大花。然后于是乎四百一堆五百以下窗户。对。确实。明天就是接头发，然后去办公室签东西，然后练一下青春时刻的东西吧。对，但是明天应该是这几天最闲的一天，一定是，不对，不是明天，是今天，应该是未来的这些天最闲的一点时间。我希望我能多睡一会儿。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啊。对，一般周一会稍微闲一点。对，我想说就是很多人也觉得我们就是一周只上两天班或者什么，可是你们没有想到平时我们还要排练的，而且我们的时间很不固定。就有的人会觉得你们做二休五，真的我就觉得很无语。就是而且对，而且还其实就是因为和大家的工作很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然后其实平时就是还是会有那种排练之类的，而且排练还有就是很多人他们都就是很多人都排练到凌晨啊或者什么，对不对？就是很不一样，就是大家的辛苦很不一样。不过可能你们可能确实要更辛苦一点，因为你们是那种就有的朝九晚五就起得很早。谢谢。对，反正每个辛苦不一样嘛。谢谢，刚刚谁的呀？送什么来着？忘记了。谢谢你，你。对，确实。谢谢光芒。对啊，大家都辛苦，就是。对啊，大家都辛苦。你们看，他又来了，他是真的会来。他走过来了，哎，别咬我，快走！真是，好，这首歌放完就结束。对，因为他在我刚才回翻牌的时候已经那个了。因为它是德文猫，就是这样子的。谢谢。好的，谢谢你的荧光。好吧。这个歌完了就关。复习是。不认识也很正常。谢谢，我要学的正确啦的告白气球。对，也很正常，好吗？好，游戏 ，OK。好吧，确实平时又不会用这种词。好，谢谢，学到了，下一次还是会忘记的。下一次也不记得。谢谢，学到了，下次也记不住。
真记不住，主要是谢谢了。确实。我在想，我还有个问题，我在想，现在不是又有那个灵魂拷问的环节了吗？好紧张，我感觉这个还挺紧张的。希望我的灵魂拷问不太灵魂。也不是怕啥，我就是想要，就是主要是想要讲的好一点，不是，是青春时刻的。谁出题？好像是应，就是粉丝出的吧，就是从应援会征集到的问题，应该是吧，就是公司问应援会粉丝投。哦对，能不能给我问点好的问题，大家能不能问，能不能问一些不伤害我的问题？行不行？呵呵，哎呀，没事，随便问，我也没有什么回答不了的，好吗？这有什么？确实。认真一想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呵呵。好，拜拜拜拜拜拜。